受 Game Boy 启发的 Nintendo Switch 游戏掌机具有独特的微型可更换 Joy-Con。 大家好，这里是分享全球前沿数码科技资讯的稀客叔叔。在游戏行业里，一直不缺乏有天马行空想法的产品设计，比如这款受 Game Boy 启发而来的任天堂 Switch， 命名为 Switch， 外观造型上面就能看出 Game Boy 的精髓。最具特点的就是配备了两个可更换的游戏控制器模块，机身采用光滑的加工金属部件以及背面的透明外壳。 Switch 的背面还有两个触发器，可以在游戏使用时操作，利用侧面轮廓显示出阶梯式设计，这样屏幕区域让整体部分显得更薄。屏幕则是一块正方形触摸屏，可以更快进行游戏设置操作。扬声器位于底部，与 Switch 同样的方式，将现有的经典设计格式与任天堂 Switch 控制台的独特吸引力结合在一起。肯定的，会有很多玩家对于这样夸张的设计会有很多不同意见。你们觉得这样的设计是博眼球还是真有可取之处？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讨论看看。感谢点赞关注，你们的支持是我持续更新的动力。